农历过年，很多商家都推出了福袋的活动，而原百花莲店呢，也推出了2024龙年新春开运福袋，总共1000份，每份售价1680元，其中800份呢，在1月18号要开放预购，而剩下200份要留到大年初一现场排队贩售。原百表示说，今年的基本回馈奖高达6600元，特别奖是168000元的商品券，还有一辆电动机车，总奖项金额是突破了100万元。再过不久即将迎接农历新年，不少民众准备抢购福袋，原百花莲店不落人后，抓紧年节商机，15日举办记者会，宣布推出2024原百龙口历春节福袋，限量1000份，每份1680元，800份将在18日开放预购，另外200份将在大年初一2月10日上午9点开放购买。今年基本回馈奖高达6600元，还能二重抽和三重抽，总奖项价值破100万。这次呢，我们这个法国的品牌的石墨烯的棉被呢，我们特别找了这个东西，它的原价是6600哦，那我们特别讲，我们福袋的基本特别讲就是1680，就可以让花莲的乡亲好朋友买到了。那大家动作要快哦，因为我们只准备了1000份哈、哦，我们通常我们的经验，1月18号当天哈、哦、一开卖就几乎是会在90分钟之内就完售了哈、哦，就完售了哈、哦。啊，只剩下200份会在现场，大家又要再排一次队啊、哦。那800份在1月18号早上准时开卖哈、哦，希望大家好好的把握这次的机会。那另外呢，除了买这个特别奖以外呢，买这个基本奖以外呢，我们还有其他的二重抽、三重抽啊、哦。那个其实它的总价值将近100万哈、哦。那我们的中奖率，100万的中奖率不低哦。哦、大家有大概有将近15%的中奖率，我们回馈给我们今年的龙年的花莲的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，希望大家来共襄盛举，我们今年的龙年福袋。龙口历春节福袋高达6600元，内含30%石墨烯成分的能量健康杯为基本奖，精选110项二重奖，包含 iPhone 15 Pro、LG 滚筒蒸洗拖洗衣机、55寸大电视、Standby 蜜闺蜜机等。超豪华特奖为原百168000元的商品券，特奖加码智慧电动机车一辆。福袋开卖当天，可直接在现场领取基本奖，并上台抽出二重奖。民众可把握预购时机，大年初一更可以到现场试手气抽好礼。记者蒋邦彦，华联社报道。